等一下，我给你煮了红豆汤，你喝一碗再走啊。妈，那你突然来上海了，是不是出差嘛？那时的母亲还没长出白发，人群中如此耀眼。飞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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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带你我去看看。你保证？你保证不出国？飞呀飞呀飞呀，我保证不出国。再慢些吧，再让我慢一些长大。就让你指引我前方的路。